你说孔秀表上班的夜店就在这附近对吗？两个都是周店的，而且长得有够穷酸的。结果她男朋友是有钱人，所以我就说要帮她介绍正的妹。那家伙去二话不说对我挥拳头。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俊表哥，人家做错了。稍等，我受不了口了。最近为什么要约这种地方见面啊？我真的觉得有够丢脸。需要手机，我买给你。我的目标就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得到。这是你的能力吗？是我的能力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花样男子。